快要从头，从头，刚刚那一首从头。哎，怎么这么短？好，赶快。这首好像练很久了，后面还有啊，哎呦没了嘛，哦好了，是有但是没有加，哦你加也可以先练习，因为我以前的老师说就吗，好好好来快，好这个只有练一小段而已，啊是好就全部结束啊！对啊，你叫只叫陈东贤进来，快一点！干嘛？叫我刚刚说，你刚刚说我要录给爱丽丝，快一点！